你在职场上或人际关系里时常遭受案件攻击，背后捅刀，小人不断，可以来借天财经，用在身上或职场上，让众神加持的力量成为金钟罩，保护你免于遭受流弹、案件等流言蜚语攻击，进而能通体舒畅，职场发展顺利。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大概而已，有任何想法可以来借天财经，再针对你的情况做个案建议说明。借天财经是高玉林老师替你向众神请求，你不用舟车劳顿去借，想借天财经欢迎私讯老师，感谢大家。